体内肿块异常变大，恐是致命危机警讯。我们之前有个病人哦，他才45岁，甲状腺右边，我他自己就摸到一颗，大概3公分，隔了3个月之后，我们叫他追踪，变5公分，还是2公分。他说非常可怕，你知道，因为他已经快要看着他就快要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当场在急诊室做了器械之后，把那个气管放进去之后，马上送到去开刀，这个地方快要15公分，15公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